中韩双方呢以两国领导人这个重要共识啊为引领啊，这个深化彼此的战略互信啊，加强我们双方的战略沟通，这个对这个在这个改善推动两国关系持续走向改善的同时啊，这个加强双方在半岛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为推动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啊，这个共同做出努力。为此呢，我也愿意同国务长先生就一些重要的问题啊进行深入的交流和沟通。이런중요한시점에한중간의협력이어느때보다중요하다고생각합니다오늘협의를시작으로국민대표님과저사이그리고양국정부간의긴밀한협의가계속되기를기대합니다감사합니다